来一刀。胖子点烟应该死了，胖死了。理性击败情感。瑞文没有炫彩皮肤，有炫彩皮肤我们直接无敌。一 Q 踩，二段 Q A 一刀，三段 Q 平 A， 不着急打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他奶奶的，还在等队友。哈，哎，可以，想杀我？你可以试试。这么多小兵，那万一我皇子来了你咋办啊？怎么了？来打呀，打来！剑无眼，也无心。踩住 A Q 一走。回家了。哎，踩一走，一段扣，二段扣 A， 三段扣走。一踩平 A。这波塔下，二 Q 踩，二段 Q A 一刀，三段 Q 一过来 A 一刀，哈，闪现走，流畅。我试试，如果先出黑切的话，这瑞文厉害。这剑圣无敌了，哎，这剑圣为啥看见我不走啊？喜欢不走？直接黑切十五，不要神话了，试试行不行？哎，踩 A B。踩住套点岩瓶呗，一刀。那皇子咋走了呢？这能让他俩搁塔下回城吗？杀不了啊！哎呦我这一 Q， 我们同心作战，跑老跑。你怎么就跑了？我是顺心，光明从不畏惧黑影。那
他刺儿来 ，Q 踩一过来 ，A Q A 反断 Q， 闪一下吧，不闪可能会死。从黑暗中得到解脱。黑暗惧怕我。这剑圣干哈呢？我是风暴。哈！操！跑啥呀？来波下路。哎，你给我放进去呀、啊！这又打空了。剑圣打我有点痛啊，没有十五有点干不过他了。九折水平，人家杀十五个，我杀五个，你还想啥水平啊，哥？他妈杀十五个，我就杀五个，你还想让我啥水平？那都给他送开花了，我都。慢的，那你刚才跑，这回你又不跑，给我个人头吧，我都服了。我闪现过来，有点意思啊！嘿，闪现过来，小龙，把小龙拿了。点上用的。哎呀，你们砍我，你们就打他呗。真能跑啊！我操！我们先杀蓝枪还是先杀女子？不行，不够扛啊！还是得来个蓝盾，没有空啊！哎呀 ，W 没出来。那亚索还
以啊。来是来吗？反正把剑圣一撒，这就没有人能打得动了。有这么必要吗？啊！快点过来！那龙谁的呀？给我使劲追！给我使劲追！先把曼达拉杀了，再杀女警啊！踩住蓝盾减速 AE 平 A， 砍一刀可解弹，火击过来踩住 AQ 二段 ，EQ 过来防塔踩，可解平 AE，AQ。踩住开大三段扣，哈！剑圣是感觉自己无敌了是吧？没人能治得了你了是吗？蓝盾减速踩住 AQ EQ 上来可解弹，他不动了，他不动了我就 Q 他，他要是动我就 Q 他。那剑圣有点神志不清，他是不知道自己的地位，知道吧？蓝枪还是右啊？不好意思，杀完人直接全死，一顿回这血。你们就是我的血库，永动机。